做了奇怪的梦，有宝床、宝伞、宝床、鲜花等一直不断的出现。你不会是招魔了吧？或是遭到夜叉的危害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先睡吧，别担心，我明天去请教一下相士，问一问是福是祸。这不是什么灾难，这是胎儿的福德力才显现出这些瑞象，你不需担心。真的，我太高兴了。感谢各位的到来，这是我为我的孩子举行的一场隆重的诞生仪式。我为他取名叫宝海童子，因为他一生下来，我家中的宝藏就如同海水一样多。宝海童子由八位乳母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饮食喂养。很快的，他如水莲般的迅速长大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都有飞人为他铺地毯，又有飞人、天人为他散花。他精通世间文学、医术与八种观察等学问。他的父亲为他修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座宫殿，宫殿上自然出现宝盖、床幡，天女也下凡与他一同戏乐，他尽情享受这美好生活。有一天，他对佛、法、僧三宝升起大信心。世间的人天福报，我已经享受够了，现在应该出家，精进修行，断除生死轮回的一切痛苦。这在搞什么呀？就是，真是不像话。这哪像是个出家人？师尊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真是麻烦，该怎么处理呢？你观想这一切都不必要，它自然会消失。师尊，宝海童子以什么样的善业因缘出生在富贵之家，
相貌端严，天生具有各种宝饰，生下来身体没有垢染，自然显现宫殿宝塔鲜花，所到之处都有飞人与天人为他铺地散花呢？又以什么样的因缘对三宝生起信心，出家证得阿罗汉果位呢？希望世尊为我们解说。这是他前世发愿的力量所造成的。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瑟佛住世。当时印度鹿野院有一位长者，财富多得跟多闻天子一样，对三宝深具信心。他特地建造一座经堂，迎请迦瑟佛及所有僧众，供养各种甘美的饮食，并请他们沐浴更衣，还将迦瑟佛的头发与指甲齐塔供养。有一次，他看见有许多蜂鸟在塔上筑巢拉撒，觉得这样子很不如法，所以就在塔上再加盖一层楼，还以翻盖宝伞装饰，室内则用璎珞等宝物装饰得非常圆满庄严。后来他发愿道，以这些修缮宝塔的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转生在富贵之家，相貌端严，天生具有各种宝物装饰，生下来身体没有垢染，自然显现宫殿宝塔鲜花，内有任何宝藏让人取之不尽，所到之处都有飞人及天人为我铺地散花。然后对三宝起信心，并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比丘们，当时的长者就是现在的宝海童子。由于他有这样的善愿及愿力，所以今生他得以获得世间一切圆满，并在我的教法下出家，最后证得圣道。